台南的乡亲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好，我是板桥阿祖兵嘛，妈祖兵阿兵，来这给大家问候啊。我刚刚嘉贞王毅嘉贞议员讲了，说他是小鸡，我觉得他是一个柔情侠女的大侠，对不对？对。我看了他的事迹，他连续连任了六届的市议员，这一次呢被国民党提名来征战最艰困的选区。他以这个侠女的心情啊，侠女的精神，替大家社会来争取福利，以柔情来替各选民服务，所以他绝对不是小鸡。他将来有一天进入我们立法委员，他一定是一个能够替选民、替全国老百姓争取最好政策的侠女的立法委员，对不对？对。我们要给他支持。今天呢，我第一站呢，四月份我记得我来到台南，那当初呢，嘉贞委员就非常辛苦陪了我一天，我答应他，下一次回来台南，我第一个要到这里来，所以我们今天是来履约来的，并不是我认为他的侠女感动了我，所以今天这一站，我今天等于说，再次回到江湖的第一站，就选择台南，选择了王嘉贞议员，是因为我被他侠女的精神所感动，我们给王委员这个热烈鼓掌，好不好？我好久没来到台南，那么我刚刚呢去看了一家成美材，就是奇美电子分出来成美材的高科技公司，他的董事长何昭阳先生跟我分析了，我这一次出来最主要也看产业经济看科技的发展与现在所面临的困境。我们谈了有半个钟头，他告诉我现在台湾的科技业、台湾的产业与台南他面临到最大困难，缺电、缺水、缺工、缺订单、缺技术的研发的政府的牵引，所以这五缺，我记得我很多年前在经营我原来的公司的时候，经过工业总会都在跟政府一再的呼吁这五缺：缺电的问题、缺水的问题、缺工的问题，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解决。国家现在已经面临到人口每一年减少，我们预测到2050年，我们人口一定很难维持在2000万。那么没有新进的人口，台湾缺工只有一直恶劣下去。缺电的问题如果没有，我最近发表了核能政策，我觉得很多人认为这个必须要拿出来讨论，后来很多的就跟随了。所以现在呢，台湾呢，我走到各地，我就发觉到所有台湾的老百姓现在都面临到一个台湾弥漫的一股要希望改变的气氛，对不对？对。大的希望改变，这个年轻人对未来不抱希望，希望改变；中年人对经济、对这个对经济、对未来生活的压力产生不安与恐惧，希望改变；老年人对生存的压力以及政府的照顾无力跟无能，感觉到非常的焦虑跟不安。
他们也希望改变。所以产业界对两岸政策的不明，对和平与战争的选择，很多的产业界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整个产业界都面临到要做，如果台湾不能稳定，不能稳定选择和平这条路，两岸不能有和平相处的一个氛围，你塑造产业界也会非常的焦虑与不安。所以各行各业，所以全台湾老百姓，现在我到走到各地都迷目，都闻到一个味道，希望改变，台湾希望改变，各位说对不对？对。那么我郭台铭在这里誓言，我一定希望给大家带来希望，我一定尽我的全力，尽我的经验，尽我一切的可能，让台湾改变，改变才能带给台湾希望，对不对？对。我们希望大家来支持我，来改变台湾，好不好？好。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支持王家珍委员。谢谢董事长，谢谢董事长，谢谢董事长。